巴利行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少的，但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，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，他亦直到亘古的，所以是即系间接地系预言到佢系唔会，佢系永远活着嘅。咁然后咧就被弃绝之后，耶路撒冷就会被毁灭啦。OK， 咁呢啲都系圣经啊，即系有讲到关于旧约嘅。